大家好， AHA 公司是一家保健公司，强调平衡养生以达至整体的健康。今天公司应用电子经络辨证仪来为大家测试身体五脏六腑的健康水平。电子经络辨证仪应用德国技术，再配合中医经络学说的基础理论而研制开发的。用电子经络辨证仪可以将草药或处方的能量组合，通过井穴导入各有的脏腑，以探测这一项能量的组合对有关脏腑是否会产生正面还是负面的影响，然后将各种不同程度的正面反应加以数据化，以作为医师临床参考的数据。采用这一项数据化的归经原理，可以在患者没有服用药物之前，预先鉴定有关药物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大大减少了用药物的错误，以提高治疗的效果。OK， 那么现在我要通过这一个电子经络辨证仪呢，测量你的身体的肝脏和肾脏这两个功能，能够达到50分左右呢，就代表你的身体健康。那么它不要低过45，也不要超过55。OK， 来，先看你的那一个肝脏。这个脚，这个肝脏，42、41。OK， 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肾脏，42。OK。就代表你的肝脏和肾脏呢都不是很正常。那么呢，我用这两个产品呢来针对你的肝脏。第一个呢，我是针对你的肾脏，用这个 SPIRU 放上去，如果它能够达标到50左右呢，就代表它能够帮到你的身体。这个是肾，46 ，OK， 它帮得到。这一个呢，就是肝脏，这一个是 SPIRULINA LingZhi， 47。那么我把两个放在一起，这个是肾脏，50。特别好，肝脏50，就代表呢，通过这两个产品呢，在你的肝脏和肾脏呢，就能够帮得到你的身体，尤其是对这两个地方特别好。这个就是我们公司所出版的，这个就是 SPIRULINA LingZhi 第二个呢就是SpiruPlux。